这个角球开起来，直接来一脚，球打进了，漂亮！海港在客场吴磊进球，1-0领先。这个角球配合打得相当精妙啊！是。行，哇，这脚球漂亮！世界风，陈杰，这脚球太漂亮了。这个角度还掰得特别大，对，还有个下坠。就打守门员的右手，中华队也排了两个干扰的球，漂亮！结果我们看，谢鹏飞很聪明，就是打守门员的近角，球速不快，对，但是呢，完全出乎年轻门将陈星的预料之外。抬头抬晚了，还有机会再调整，还过，再打门，卡扎伊施梅西个人能力的完美展现，前面穿花绕步，如入无人之境了。古佳，哎，倒钩打门，冲进了。74分钟，国安队由法比奥倒钩射门，客场1-0领先武汉三镇了。来，先看这球啊，纳萨里奥直接选择吊门，球进了，一个变向，然后实际上他几乎就是小碎步带了两步之后，然后原地摆腿，而他应该只有余光能够看到门将的选位。佩奥里奇直接传中，孔帕尼奥，我的妈呀，这么远的距离头球，意大利炮，孔帕尼奥。这个力量太足了，对，太足了。这个腰腹摆动，对于弱点的控制判断。这克雷桑回撤拿球再带，这是他喜欢啊。在中锋位置上背身他不喜欢。哎，看看外围来一脚，漂亮，球进了，一脚世界波，球王式踢法啊！他就是我说就。我回到半场要球给到我脚下，然后我自己干，就越带越自信啊！对。倒钩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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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漂亮，真漂亮！一、二、走！哎呦，这个大倒钩真漂亮。超远距离，漂亮！五号朱晨杰打远射，对，哇，这一脚石破天惊的远射，直窜对方网底，2-0。